在那边等你。你头发乱了，我去给你买个发簪。我没有吧？我乱了，玄机，为何你迟迟没有回应？小凤凰每一世都为你而死，你却永远都不记得他。那些他不该记起的，最好什么也不要记起。你觉得现在这样聊天合适吗？泽公弟子一生不得对女子动心，你泽公弟子的面具绝不可在外摘下，更不得丢失。面具是我摘的，是司凤的命重要，还是面具比较重要？从未知晓朋友是何物，如今才明白什么叫做深情好意。司凤，这是花的味道吗？玄机，我喜欢你，比所有人、所有事都喜欢。你明白我的心。司凤，用生千年藏身的人命停在这里，云淡风轻，那全部都是除了我之外，其他男子不能抱，你更不能去抱其他的男子，知道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玄机，你心中的人不是我们司凤，没有什么比满心期许被人亲手掐灭更痛，也没有什么惩罚比这情人咒发作更让人痛不欲生。他并没有要求我喜欢他，只是因为一个人无法给你回应，你便要杀了他。那这样的人终不被人爱，也不配爱人。付流水，不再成为别人口中的怪人。这么做不值得。如此事情，你又值不值得？只有情不情愿。玄机，你要死吗？快点！饶你不要，没什么事。花过天际。